我自己私心偷偷的，每个人都多放了三勺盐。他说什么？奶茶，他把奶茶里放了多三分三勺盐。哇，好咸！这就是我怕，这次过后你们会忘记我。天，真的好咸！就是我自己，很多时候。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，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。但是来到了追星团之后，我开始把我封闭的内心的小的世界慢慢的打开了。就是你们让我能够装到了更多广阔的天地，让我能感受到更多。